是乐天啦啦队的副队长，因为甜美外形与火辣身材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经常在网上分享生活日常。他今天在飞到香港出差时，意外路过周董演唱会，虽然只是在场外听，但他还是流下激动泪水，并忍不住感动直呼：“这是我离周杰伦最近的一次。”也表示周董的歌就是小时候的回忆，还边哭边说：“好想在台湾听周杰伦的演唱会。”对，现在就已经他又一边流眼泪一边解释自己真的很想听周董的演唱会，但他从来没听过，因为小时候没有钱买他的票。而一旁的好友则提问：“那现在长大有钱为什么不买票？”他则笑说：“我不知道他来这里。”画面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笑说：“太可爱了，根本是性情中人。”好呀，好可爱哦，好惨啊。